心房没有办法火化了啊。你过去生假设没有止福，福报不够啊，那它这个这个我们这个肌酸酐它就会溶解掉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下面这个会阴穴这一块啊，你可以看这边所有的精密都在这里。这是我们在大宝基金里面说的话，这就是我们的下半部。假设在佛法里面呢，它强调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一切的架构都是诸法因缘而生啊，诸法因缘而生，所以它的缘起之后呢，我们的生命就架构了。可是你的观念不对的话呢，这个干细胞没有办法活化。什么叫干细胞？它在身体里面，它可以随着我们的意识，所以它会随着我们红血球、白血球啊流动。对，那佛法它很特别，它的特别就是呢，你只要念阿弥陀佛，或者是通关密语哈，这个都是它就这里就改造了，啊，它就改造了。改造之后，它的动脉它就会急速的随着说时迟那时快，那一股气就下来了，啊，就下来了。因为我这个很长，很方便，可以哈，哎，对，啊你，对，那你可以看哈，这就是我们的松果体啊，这是我们的下四丘。那为什么我们的大脑里面几乎我们人类呢，大致上都差不多一模一样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皮肤的沟跟丘不一样这里啊。所以一个人假设他不想没有办法再继续在地球，因为地球它的起心动念啊就在这个地方，它起心动念都会造罪啊，这里起心动念，这里起心动念都在造罪啊。所以久了之后，你就会感受到呢，自己呢，有的人一直会有那个自杀细胞想要死啊，就在这一块，因为他生不如死啊，生不如死啊。他假设呢，懂得呢，过去我们的细胞记忆体里面当中，就像我们这个骨髓鞘，神经的骨髓鞘，你这边没有开的话，对不起，哎，你会将你过去的这一些干细胞，因为它每一分每一秒都会产生新的啊。那我们不懂得怎么产生哈，可以了，谢谢哈。那我们的纤花莲台呢就开不出来了，好，这也就开不出来了。这个纤花莲台呢，就是我们在须弥山代表的，就是我们的当然就是有这个金轮啊、火轮啊、水轮、地轮，代表就是我们的人类都有会阴穴啊。那会阴穴它比较特别啊，它比较特别就是你要透过真正的折叠下去顺服之后，我们的大脑它会一关一关的通。所以呢，这就是在我们俗称的就是在我们单轮这里啊。所以单轮你要启动就是一定要有力气啊。假设以现在的这个复健学说的，它就是一种整个核心肌群当中每一块的这个肌酸酐呢，你要跟它打开啊。那因为它的肌束打开之后，这里面都是重重无尽的金刚，所有金刚就像细胞，它就会变成这个一个非常殊胜的这个就像我们结晶的。那整个宇宙就像几何学一样哦，就是说它都是有一个点啊，它就慢慢形成了。所以它的点呢，每一个面至少十二个面，所以刚刚我们看到那十二道光啊，就是我们的脊椎，这就叫十二道光。它的几何会随着你们现在常看到的三角形啊，就是说，其实佛法它就是一个艺术啊，每一个人展现出来的走路啊，或者是他的起心动念，其实都是在代表我们启动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筋跟络啊。金跟络，其实佛法它很灵妙活泼，而且它非常殊胜。它是从经纬度啊，经度跟纬度，也就是呢，我们所谓的数穷三际，横遍十方。所以它每一个交叉的那个点，就像一个十字架，一个十字架那个十，它的中间就是一个改造的殊胜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改造的方法就是念阿巴的圣号啊，但是每个人都不知道，他都帮我们沦入到宗教啊。比如说现在所谓的以哈的战争啊，他们就是用一个有形的这个肉体来做这样子的攻击。所以你看这个轨道众生这个地方，他没有办法打开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打开他的金刚，自己金刚。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早期呢密宗他们在讲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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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上师啊，其实他们就是两个体系。那我们比较鼓励的就是说，你没有学习显教，像我们就是显教，我们就是北传，你要将它都完全理解了之后
我们所有的男女就在这一块，这一块卢舍那千轮台，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诵戒一定要读的，就是梵王经，也就是菩萨果位。要先学完25年，你的基础、你的理论，你了解到金根在我们的神经的细胞它要穿越的时候，那个骨髓鞘要打开，所以我们有个神经元，我们有一个神经胶质细胞，这就是在维识里面的，就是一个阿赖耶识，所以我们的记忆体要打开啊，不能够糊里糊涂呢不知道的话呢，总认为说，因为它这一种是每一个人都会知道的，因为这是百会，到后来就打开了。所以这个身体本身呢，只要你有学习佛法深入的话，这个都叫一方明，所以我们就是大一王，自己就是一个大一王。再加上我们早期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古中国，尤其是我们的古中国，它就是因为有孝道，所以呢这一点就会开得很快。那这个就是在核心基础这边啊，所以呢真正的密是在我们自己每一个当下的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所以我们的大脑当中，我们的第七椎啊，椎它就是接受宇宙的，还有我们自己的从内在的这个基底和神经，所以我们懂得反省忏悔，它就回到每一个地方就补足了啊。所以呢，为什么一句阿弥陀佛它会帮你打通，因为它不是扣我们，它透过我们自己，它是透过无量光无量寿，代表十字中间的那一个结晶，它会自动放光，所以十二道光芒自然就出来了。所以它不是修来的，它是我们累世心跟佛跟众生是合一的，没有谁比较高谁比较低，因为这个金刚经的塔是一定要当人，当人类，只是我们非常殊胜，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宇宙的答案都是由我们的七佛如来都已经有说，96个外道也讲得很清楚，中华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呢，华夏文明当中的从老子从我们的庄子就是老庄思想当中，因为透过这个三玄之学，但是它已经其实我们的三玄就是从我们的骨髓鞘就打开了，也就是从我们身体的会阴穴，还有我们因为它是串联我们的这个膻中这里啊，这个下丹轮这里丹轮。所以我们的这两边当中我们所谓的这个口水穴下面呢，这个丹轮就是我们的手部下四寸，所以这个整个你只要透过在折叠，就像我们刚刚这就是折叠拜佛，我们透过忏悔88佛，你在难治的病它自然就会打开这一块，那你这一块打开了之后，你的脑部就开了所以我们叫做金刚经的塔，自己就是一个道场，自己就是一个塔了所以我们期盼呢大乘佛法并不是像一般的好像觉得都没有什么法，其实大乘佛法它的殊胜是在完全相信心佛众生是合一的，只要你每天重复念阿爸的名字，所以我们是五会念佛，十念放光十它里面那个十叫我们念十念，都到最后都是在小脑的地方，小脑的地方因为它要接引性许就是我们的爬虫类、哺乳类它的根的地方所以我们手部呢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神经元骨髓鞘传达，还有脚卡和手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金刚经，就是把我们来的这个金刚钻石打开所以呢真正的法是我们身体里面到后来修到后来呢，你跟大众呢都能够完全搭配的很好，就是说我们看我们不管去哪里，我们一样每天这个时间我们就会起来拜佛不管去到哪一个佛寺，因为每一个佛寺的作息都不一样，我们都不会去说一定要改变按照我们的意思，没有，因为每一个佛寺都有它的随方品仪很重要所以我们都要先要求自己做好那你越做越好，你就会在这一次当中我们灾难，因为像欧亚板块在改变了，有的人会突然间就是不知道没有那个觉知的心就结束掉生命了结束之后我们的肉体这个会瓦解掉，可是我们的灵魂会找不到家
啊，所以真就跟那个黄老师说我们最后这一次嘛，对不对？那跟怡珍，因为怡珍呢、啊、对不起，因为你是女众，所以我们很多时间，你看像你昨天睡在那边，我们就是从生活、刷牙、走路、吃饭都不能够离开我们的心，对不对？那因为毕竟黄老师还有圣言，因为他们都是男众嘛，你看我们，你看我们恭敬男众，你就知道了，因为这是佛所制定的，对不对？那假设呢，男众又深入。深入呢、日常生活就是佛、啊、它能够应用在日常生活，其实它就非常的了不起了，所以我们都要希望他们来领众，就是因为他们本身的这个、金刚的气、啊、很强，当这一世只要能够打开这个天轮，这个莲，这个卢舍那千这个千花莲台，就这个、哦、代表无边无际的钻石、哦、它就会打开了。你这边基础稳的、啊、这边基础，这边是大宝基金说的，这个基础就是轨道、啊、这个是畜生道，这个就是我们的地狱道，所以它都要汇集在这千花莲台上。这个你在春分，你这是春分，这个时间叫做春季发芽，都在发芽了。你这个时间你还在睡、啊、你就没时间了，你就错过一个机会了。那晚上的时间你要放松，你又不放松，对吧？你就会造成日跟月大自然给你的回馈哈，所以就很容易福报用尽就过世了。所以你看我们在来，他们来这边哈，过去呢身心都出问题，啊，在就这样，我们每天我们没有特别做什么，就正常吃啊、正常睡啊、正常的每一个当下啊、好好的在自身当中去清净，你看你就会将你的宝。金刚钻石就赚回来了，对不对？黄老师是这样子，对，所以你现在其实看真的看不出来，是你的那一份心念很好，只是呢，一定要把握，就是说我们人往往都是无知无明啊，到最后要那口气，三长两短，这是一般人。只要你在安乐国下来的，不是光阴天哦，光阴天还是在这个色界哦，我现在说的是跳脱十法界的。对，十法界，所以很多人都将它用成宗教，而且更不可思议，它跟它分东方、西方，所以它将东胜神州、北俱卢州、西部鹤牛州，还有我们的南瞻部州，他认为呢，西方的佛啊，像你看我们都有三宝佛，中央的品智那佛啊，再来呢左边的药师佛，再来右边的。阿弥陀佛，所以他们认为阿弥陀佛就是这个阿弥陀佛、其实不是，他是西方代表放下，所以连我们自身都没有好好的将我们的灵性的阿巴应用、所以到生命结束的时候呢、这么大型大家都来帮你送，可是你没有回到西方去，你就是会继续来轮回，继续轮回哦。所以呢这个修行不是谁最好，佛只是要叫我们有一个伦理、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对不对、因为我们夫妇的、这一些的互动，还有朋友是有义的，这个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五轮，所以我们因为有五轮，所以我们才能够接到佛法它的七轮、七轮这样子、所以以上我们、透过这个方法来做一个最好的一个圆满，就期盼说我们那个黄老师哈，因为圣言他是非常年轻，但是呢这样子用心的去接引你们回来啊、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对，只是你看到哈，我们的比丘，我们七众之首，我们都叫他们七众之首，我们比丘你是老二，哈哈，我们的释迦摩那是老三，我们的沙弥南众没有上三坛的沙弥啊，心统沙弥、法统沙弥就老四，那我们的沙弥尼啊就是老五，那我们的优婆塞你就是优婆塞老六，那这个你真就是优婆夷优婆塞，对不对？就是我们所谓的老七，所以我们七轮，我们的。这个有按照这个轮回，这些就是佛的基本的教育，就是要让我们呢都是有序，长幼有序。那全世界就是因为人们呢没有这个礼节啊，所以变成社会大乱、大自然乱。那久了之后，我们自己就遗失了。
医师的本心本性就找不到了。所以我们来到边的话，因为我们女众假设我们老大老二，老大就是比丘来这边说法，我们老二不能说法啊，所以昨天他很谦卑，就由我来说法。其实是老大要说法，老二不能说法啊，没有老大的时候，老二才能说法。对，所以我们都会有一种恭敬的心。那佛的，你有照佛的这个基本上，因为很多八敬法，人们认为说啊，我们要搞到男女平等，没有，因为灵性本来就男女平等，就我们刚说的，有没有？男女就在我们身体里面，因为它这边有一个会阴穴，那会阴穴呢，它是从我们的身体里面是启动的，但是它最深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会阴靠近肛的那个表皮里面，一直接深入到我们的大脑，大脑里面的两条神经，有一条是从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脉络膜直通百会出去的。接大自然，所以我们百会，我们的颈椎第七节是要接的，所以你刚刚这样子嘛，拜下去，那个一直常做。我们的法师九十几岁了，你看，你马上拜，哎，韩姐，你用话没出来，你跟他讲话，因为他们现在因为温贵福禄寿哈，熊下来用背着背，贵你用背着背尾背着高，所以你都看不出来的，哎，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一世呢？哈。生病的人有福了啊，在受苦的有福了啊，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的，只要我们找到自己，让自己喜乐，对不对？我相信冯老师这一生呢，你可以看你昨天这样子生出来之后，能够又再重新架构，而且你用你的双脚已经走出这个行者了啊。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从自身好好的呢，最后反正我们再会晚也，像你你七十几再会晚，给你三十年，100岁好了，不要像那个虚老和尚活到120岁，对不对？那我们的那个海贤老和尚呢，活到100多岁啊，我们的那个永明佛师那个住持也是活到104岁啊，意思就是说呢，你再会佛这样子，你时间点要回去，你就是要回安乐国啊，我们的家就像我们这里一样，人人都可以进来的啊，你要打个电话啊，所以阿爸的电话就是阿弥陀佛五会啊，就这样子啊，所以我希望说啊，冯老师以你的专业呢。只要有出家人，只要有一些大众啊，你要跟他讲，其实通关密码，你只要相信，而那就变了，而那股气他就下来了。你要来哪里够？啊，那应该每个月都轮回，对，因为他们不一定跟我们有缘，他进不一定进得到来这里。为什么？因为求你慢慢来改当，对不对？像昨天这个我们的那个如寿法师慢慢来讲，可是我一看到他，我老公哇，这个生命不好的，你很好，你出手了。对不对？啊，可是呢，接下来呢，生活每天要生活，好，那种痛，只有自己知道。对，那他不是用睡，也不是用休息，不是，他要去明理之后，你要透过去折叠去打开。好，所以我本来是想说，他能够小餐的话，接引的时候，他就会透过他的身体，因为我们昨天我就说过，前天那位也是。像他这样子身高都差不多189这样子，对，人要过世的时候，也灵魂会脱壳，哎，他会脱壳就换一个衣服，可是他就想到，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好，他就会清楚了这样子。那清楚之后，像折叠拜佛，那只是在操练你的肉体，你都知道他就不需要，你不知道就是要这样子做。像你刚那个脚，你那个脚他，你这样子刚在做的时候，这里就比较吃力一点，可是久了之后，你的这个内心眼它就开了、哦、啊！刚好医生就说：“莫呐，王老师，你带你本身做这個，你莫去安尼处理啊，不是一多等到，你都是爱去改处理。一处理掉，它就要出去，它热度要够，它是 ATP 温度要够，够了，它就会从脚气下来出去。对，那一次、两次、三次，它就开了。开了之后，大宝基金说它就是灵妙活泼。”对，就里面火化。等到我们走了之后，要回家的时候，他这肉体一样要火化的。对，所以一切到后来就是让我们经验跟体验。我们也是来地球，来中土台湾，我们认识的。但是我们偶尔也是可以，开着车用这个工具，因为现在云端很进步，不要那么糊涂。你现在走不用走，我们只是要去操练。所以我们从行脚台湾去走过，哎，表示我们的脚是可以走遍的，行万里路的。它比读万卷书都是同时间运行的。
就是这样子。好，我们将今日所有的清净功德在此呢也回向给我们法界众生、白净法器宝弟子，还有我们的长随众的广成法师哈，还有广弘法师，还有我们的广律法师，还有广华法师、广善法师，还有我们的冯福正哈，冯老师啊，还有我们的圣严何家人哈，还有我们的一真何家、蔡家嘛，对不对？好，我们呢也期盼阿爸父呢，也希望说在这个生命我们的相遇，都是因为佛陀的加持、佛陀的智慧，让我们都会懂得我们的老家安乐国。那我们将今日所有的功德呢回向尽，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对菩萨为伴侣。阿弥陀佛。